真耶稣教会，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一章一节。约书亚死了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讲：“阮中间是甚么人，就做头上去攻击迦南人，甲因争战？”耶和华讲：“犹大就先上去，我已经将迄个地交伫伊的手。”三节，犹大对伊的兄哥西门讲：“请你甲我上去到岩口所得到的地，通甲迦南人争战。”以后我也要教你去到你念口所得到的地。对安尼，西面甲伊撒甲去。四节，犹大就上去，耶和华将迦南人甲比利西人交伫因的手中，因伫比色吓死一万人，搁伫遐拄着阿多尼比色甲伊争战，打赢迦南人甲比利西人。六节，阿多尼比色逃走。因对赶抓着伊，错断伊的手，甲脚的大头毛。阿多尼比色讲：早前有七十个王，手甲脚的大头毛，拢予我错断，伫我倒脚捡零碎食物。现在神照我所行的报应我。对安尼，因将阿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伊就死伫遐。八节，犹大人攻破耶路撒冷。将城攻取，用刀杀死城内的人，搁放火烧城。后来犹大人落去，甲踮伫山地、南地、甲高原的迦南人交战。犹大人去攻打徛起伫希伯伦的迦南人，杀死士师阿希曼、塔麦。希伯伦早前名叫基列阿巴。十一节，因对遐去攻打底伯徛起的百姓，底伯。早前名叫基列西弗，加勒讲，什么人会攻打基列西弗，将城夺取？我就将我的查某囝押杀，予伊做某。加勒的兄弟基拿斯的囝俄多拉夺取迄个城，加勒就将查某囝押杀，予伊做某。十四节，押杀娶过门的时，劝丈夫对伊的老爸求一枯残，押杀对离落来。加勒问伊讲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伊讲：“求你赐福予我，你已经将我安置伫南地，求你也予我水泉。”加勒就将顶的水泉、下的水泉赐予伊。十六节，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，伊的子孙甲犹大人三甲二座树城，去阿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，就徛起伫百姓中间。犹大甲伊的兄哥西门三角去，打死徛起伫西法的迦南人，将城一阵毁灭。迄个城的名就叫何里玛。十八节，犹大各出加撒甲加撒的四境，阿是基伦甲阿是基伦的四境，伊吉伦甲伊吉伦的四境，亚华甲犹大同在，犹大就赶出山地徛起的百姓。总是未会赶出平阳徛起的百姓，因为因有铁车。二十节，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讲的，将希伯伦和加勒，加勒就对遐赶出阿拉族的三个族长，便雅悯人无赶出徛起伫耶路撒冷，而亚伯斯人，亚伯斯人犹原伫耶路撒冷甲便雅悯人三个徛起，直到今仔日。二十节。约瑟家也要上去攻打伯特利，亚华甲因同在。约瑟家找人去偷看伯特利，迄个城起先名叫罗斯。偷看的人看起一个人对城内出来，就对伊讲：“求你将入城的路指示阮，阮要好款待你。”迄人将入城的路指示因，因就用刀打死城内徛起的百姓。独独将迄人甲伊全家放弃，迄人去希人的地起一座城，号名叫罗斯。迄个城到现今还叫这个名。二七节，马拿西无赶出百姓甲属百姓乡镇徛起的百姓，塔拉甲属塔拉乡镇徛起的百姓，多尼甲属多尼
乡镇徛起的百姓，以伯莲甲属以伯莲乡镇徛起的百姓，米吉多甲属米吉多乡镇徛起的百姓，迦南人决决意徛起地下的地方，到以色列强盛，就予迦南人做苦工，要将因全员赶出。第九节，伊发现也无赶出徛起地基色的迦南人，对安尼，迦南人犹原徛起地基色。在伊法莲中间，三十节，西布伦也无赶出基伦徛起的百姓，甲拿哈达徛起的百姓，迦南人犹原徛起伫西布伦中间，正做做苦工的人。三十一节，阿实无赶出阿科甲西顿徛起的百姓，阿希拉甲阿吉色徛起的百姓，希巴阿弗吉甲利合徛起的百姓。阿实因为无赶出迄所在的迦南人，就徛起伫因中间。三十三节，亚弗他利无赶出伯士麦甲伯阿拉徛起的百姓，亚弗他利就徛起伫迄所在迦南人的中间，总是伯士麦甲伯阿拉徛起的百姓，正做做苦工的人。三十四节，阿摩利人强迫但的人踮伫山地。无用温因落去平阳，阿摩利人决决意踮伫希列山、甲红阿伦、甲沙宾，后来约瑟加赢因，互因正做做苦工的人。阿摩利人的境界是对阿克拉宾山平，对西拉上去。